来人生路，西瓜斗阵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在下昼等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今日咱们来看的是《梅花公主》精彩的大结局。张的故事咱看到啊，在一个比武招亲的比武场顶面，小霸早早就互人拍落台，而这个灵魂以武艺高强，最后得到了胜利，和萧太后亲点做驸马。那就在这个时阵，梅宗兵重回白虎关，萧太后就命梅花、小霸、灵魂啊领兵出战。灵魂每次看到梅家妇孺互相的这个凶残，所以就故意啊打败这个梅宗兵，放走梅勇。看到驸马受伤，辽军全撤退。回到朝中以后，萧霸就将代志禀报这个萧太后，灵魂被人关入天牢，受到酷刑。王氏去牢中探望灵魂，灵魂是一番的感慨，看到伊的遭遇，王氏也忍袂住流了目屎。没想到两人的对话，和密叠一边的梅花全部听到。梅花啊，因为安尼知影了家己的身世，温柔交错。一边是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亲生老爸，另外一边是十几年来萧太后真心的抚养。梅花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来选择，这样故事最后到底会怎样发展，精彩好戏咱斗阵看下去。伊出事的来意，传旨落去，不见。太后有何事？禀献公主光明为托，你就让伊见你一面吧。不必啰嗦，
退啊！娘子，太叔，伯叔，小心先求见。好，禀禀太后，小心先求见。团见，娘子。太后有旨，小心先进见。娘子。太后千秋平心下太后 太后不会跪贴欠安母不空之书不空之书啊太后见你小把照顾爱家已看过了相敬敬敌太后那两份出犯军纪之书，你的太后作何心端？哼！当时时间最担心，灵魂在用我一计，阴定作乱，我可惜啊，苏秦想熬过去，为我计。公主的兵权呢？是。哦，我要亲自看看，那是及时明星都是罢了，那是敢为我之意，我只会收回兵权。是呀、啊。明日把王氏灵魂押到法场，我要立刻斩。有劲。关帝
请大摇。帝国万岁！你，大哥。
Thank you.
啊，到处来啊！梅花发凋，这何来的？行行是客将高，你要是速速回宫去吧。梅花换你再献三杯祭酒，下联再接酒归来。是。阿文，公主故乡三通，一顾不得啦。梅花祭酒，悔之不可。哎，祭不得。祭。祭不得。祭的。这不得，这得，来来，一花，快来，来，公主，小心嘛，小心嘛，太后驾到。长剑太后，平心下太后。尽还苦情出关，启禀太后，微臣奉旨干将，梅花公主竟然在法庭江州行刑，你心拜见母后，跪下何人？你心梅花，哼！我自梅花孝顺明理，贤妻无义恼朝廷，尽心还言。作证乖计，母后，你心有温情，未及献母后禀报。母后，这不够之罪，你心我甘愿受罚。可是，你心我并无叛国之心，望母后你的明察了。
言，道纵何心，世事难容。灵魂渐莫封印，不输踱步，切换各换，罪在不下。留此何用？走！不好相信，敬畏不掉。
你这个娘，我想我自己吗？你胡云心吧，不用同样三军，将家家团团围住了。两相求见，两相求见，带了偌济人马？单枪匹马，带上领旨，带两相来了。见过太后，大神一人前来送死呀。那得烽火平息，宋辽两国不再交战，百姓免受兵灾之苦，能享死无恨。哼，你是为了救家己的妻子而来？人非所慕，欺人无情，死而有难，当然要救。难道你有通天的本领？心诚一明，为了无辜的百姓，能享万无险一死。你唔通以为兵临城下就可以逼我就范啦？非呀，魏万岁受死之风，被太后心灵气啊！是，听兄，娘子。了高见数十年，军民百姓可怜天，何不相战释风火，以将干戈化玉冰？强兵兵要先过火，你想往来攻强，兵临城下见箭火，百姓遭难两极伤，百姓遭难两极伤。是我代从陛下信心所望，魏万岁当年最主。既是如此，有请魏万岁。太白将到谢老乡，写出宣文关日子，万岁自然明白了。也好，随来。是。有请。
到这每回公主的故事也就完满落幕了。明仔日要为观众朋友您播送的是一本三进书，相款非常精彩的一部戏。明仔日的上一个时间，依然是中午的。